盆都是空的，抓点狗粮，不行他抓着空的，盆都是空的，水都没有。对呀，他不喂呀，这狗粮在那有，他不喂呀，这是。来看看，来，哎，小羊耳朵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都是小孩儿。哎呀，咋的了？这么高兴啊，孩儿？哎呀，哎，现在吧，这俩多漂亮的。走吧，啊，走吧，走吧。这是大母鹅吧？大公鹅。好接你呢，来他挺高兴，他挺高兴，挺乐呵的。他走吧，先跟妈妈走吧。这里不安全呢，宝贝们，连个遮雨的地方都没有。走吧，这两天得亏没下雨，下雨浇全浇透了。大孩长好看不？花脸的呢还是？走吧，跟妈妈走吧。你们几个都有人。来过来，这白白你。白白，白白，白白，来过来来。你别碰了，你看你这过都不行啊。哎呦，我这俩咬人呢，不行了。他呢？他白白，他还白白。哎，妈妈抱着。哎，妈他头。哎呦，我怎么样了？你让老刘抱着，给你递过来吧。不咬。妈妈在，妈妈抱。哎，妈妈抱啊！好了。宝贝，走吧，妈妈去吧。有点堵了的。行，能抱出去吧，抓狗抓翻面了，野狗都不好抓啊，好，水都喝不上，那小黄瓜可欠了，那黄瓜可辛苦人了，哎，那可好玩啊，小鼻小眼的，看看来，给姐姐看来，大家看看来，小鼻小眼的，哎，好看，长得好漂亮，好看。你咋的了，孩儿？来，姐姐看看好不好？好了，生气了。叔叔抱姐，叔叔抱你。好宝，哎，真乖。走吧。你们别怕，妈妈抱你不就回家了吗？哭了。看起来是可以。这孩子哭了。呀，他不也会咬人呢？呀，妈妈走，悠悠起起。这个小宝贝。他不都咬人？好了，哎，看看小孩，小孩不大呀，看小孩，哎呀，好了，妈妈抱下就好了，走吧，跟妈妈去吧，病呢，心脏病，你舌头都紫了，别叫了，是吗？心脏病，我看看，啊，你别动，我看看他，死了，别动，舌头紫，歇会儿吧，哎呦，我想拍。整个笼子过去的，他过道堵着，撵他们往笼子里头。这个还强点呢。还要跟着妈妈。这行吗？这里来。先换个。他咬人呢，他也不行。妈妈抱你好不好？来，过来，来。妈妈也抱你。他不行，他你得一个一抓他，一个来吧，不行，一个来吧哈，这小孩这么点儿啊？这孩子不挠一挠，抱起来就好了。妈妈抱你，孩儿，妈抱一手，抱起来，哎，抱起来就好了。不咬，孩儿，不咬啊！这妈咬透了都啊！好了，歇会儿吧，难受啊，你管着谁要去那个，你管老王要那个救心丸就行。
行，别动了，不行，整不了，你歇会儿吧，整不了是吧？这个饭，宝宝，咱们回家，咱们不要，好不好？这狗咋吓成这样了都啊？啊？就一碗，这个。给他吃着歇会儿，你坐笼子上吧，你听。一会儿上床上歇一会儿，你听。快点歇歇，没事没事，我吃就没啥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歇歇吧，我再就抽大腿吧。不用，给你，不用。你坐笼子上歇会儿，你歇会儿能坐住。都忙着一出了，快走吧，回家吧。那边还不行，那边往哪蹭？歇会儿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歇会儿，我咋？我家看那个没有房子，但是地有的，还有地上沙子。你要盖个棚吗？要下雨了，你整个棚啊，铁皮棚，铁皮棚，再整个铁皮棚呗。你得收板炭，你整个铁皮房，铁皮房给它遮，还下雨啥捂的？你整两个床垫子。让他把那些地里那些草鞋好。整几个垫子，完事先整个铁皮棚，先搭上去呀。要不你等你收板房，你收啥时候能收着啊？你先搭能遮遮雨，完能有吃有喝的，先对付着，先对付着呗。咋的呢？我让你歇会儿，你坐笼子歇会儿，你听，你能坐住？你去去，快，你先快点出去坐会儿歇会儿去。行，不行，不行。你不行，你这不行，快点。没事，你快点，不行，别听不听话，行不行？狗粮都有狗粮，那狗也别添了，真是狗粮都有，都拿来了，也没给添。这块这块，那狗也挺可怜的。大姐啊，我靠，它要三斤多，你是不是太高了？它自己养的这玩意儿，到时候死养的。大叔啊。歇会儿。天降了，干啥呀？能救起？你歇会儿再抓吧，你抓不了他们，可耗费体力了。抓他们，抓他们很耗费体力。你现在你应该歇会儿。我抱还不敢抱呢，这孩儿啊。上车好不好，妈妈？让妈妈握手。妈妈抱他就好了，孩儿抱他就好了。哎呦，咬透了，咬透了。我看看，咱俩摘了。快，使劲搂搂哥呗。妈，我提了腿了，提了进去了，不行，走喽。走吧，走了。进去。我先歇会儿吧，回来。楼道里抓着面积太大，太耗费体力了。那后面，俺们还能装吗？咋样啊？啊？我就说的好窟窿。没事，孩儿上医院一会儿啊，那就不疼了，上院子就不疼了啊。这孩儿们呢，全都救了，全部救了啊。
湖南那些狗狗全部救助。我现在回返了。刘丽小动物救助站在湖南南河村救助的狗狗，我们已经抵达医院了，抵达了宠物医院。我现在在宠物院给狗检查身体，大夫在给狗体检。我们已经抵达刘丽小动物救助站，我带着孩子们回家了。好多好多小朋友的家，虽然这个家不豪华，也没有什么零食，但是孩子们在这儿有智慧当小伙伴，能吃一口饱饭。对于这个流浪动物来说，他们就很知足了。生死之后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和你一样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。都不咬了哈，好，剩下不咬了。为自己鼓掌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厉害啊，一样的权利。不要，他较劲呢，你还？我让你拔住门，你听着。拔着，拔着。干嘛呢？好了，好了，走，快点啊！走进屋了，孩儿。二头进去了。还没新来的孩儿，萨摩、金毛，现在都暂时安置在这儿，建个小棚子，这样下雨不会浇着。然后在这个院里面，他这个大院里面。我们给他准备弄几个小板房，这样的话下雨就浇不着了。看萨摩、金毛、新旧的都在这儿呢。